我再也不想遇到你了，好吧，妈妈对不起。 恭喜啊，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。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。不好意思，你又在这装病。 时间它继续飞行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无聊的把戏？陆总放心，我只是胃病犯了，不会耽误离婚，更不会耽误你继续自缢。我不管你争辩讲理，离婚冷静期已过，我马上离婚。如果有意外呢？ 没有意外，把东西拿上去。 这次心脏病发作，差点死了，他需要有人照顾。你要照顾他是你的事儿，反正我不同意他住进来。你出去，出去！秦雨欣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陆家，我想让谁进来住，谁就进来住。来吧，放心在这儿安心养病，我们走。 不要怀小三。季雨欣，叫你姐姐是看不起你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。你，季雨欣，你在干什么？是他。滚！你没事吧？ 亲自给你磨的，站住！你要上哪儿去？这里不欢迎我，走还不行吗？没有离婚之前，你哪儿都不许去。3年前是你自愿娶我的，现在你已经别恋逼我离婚。 如你所愿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因为我在这里看着你跟小三相亲相爱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要滚快滚！哎妈，我想让我姐夫买这辆车。 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沐风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他不会来了，我和他离婚了。离婚？谁让他离婚的？你敢离婚，我戚家没你这个女儿。戚雨欣离婚了，那我们和陆家的合作怎么办？爸，我们不能让他离婚。你说不离也没用，陆总都不要他了，连个男人也拽不住。
简直是个废物。老爷，没了陆家，那不是还有陈董吗？我听说陈董最近想要续弦，彩礼给500万。陈总今年不有64了吗？哎呀，那不是正好吗？那雨熙嫁过去可就是当家太太，那过两年陈家的一切可不都是她的？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梁玉呢？宝宝，就算只有妈妈一个人，妈妈也会好好爱你的。怀孕了？什么？雨熙怀孕了？这还有假？她都在吃叶酸了？都和陈总说好了，就等她嫁过去。不行，这孩子不能要。都2个小时了，还没动静，你确定把东西放进去了吗？我亲手放进去，那可是……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给我吃了什么？我肚子好痛。那鸡汤里我可是加了10倍的红花，就算你怀的是哪吒，也别想生下来。爸，我求你。你送我去医院好不好？爸，我肚子好痛。雨熙，爸爸给你找了好人家，你已经离婚了，就嫁过去吧。爸，我怀的可是你的亲外孙。雨熙，爸也是为你好，等你嫁给陈总，孩子想生多少就生多少。爸。知道了，他不会知道的。陆夫人的位置是我的，那我们说好的钱，那100万，明天就会打到你的卡上。喂，帮我做件事。
谢雨欣，你也有今天。徐子玉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猜呀。你说，我要是在这里打一下，你肚子里那个箭种会怎么样啊？徐子玉，我告诉你，这是陆母峰的孩子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他又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要是一下子弄死你，那可就不好玩了。七雨欣，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？什么游戏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听一听你的声音，算我没出息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，都结束吧，说心里话，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？难过只写在我手机上的，还需要你能伺候张总是你的荣幸，你竟敢逃跑，你今天敢踏出七安一步就别再回来了。月光从夜空间隙朝一个方向聚集，不是异世界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是不是还很恨我？不然为什么连在我的梦里都不肯出现？玉溪，祖藤，你放开我！祖藤，玉溪，玉溪，祖藤，在。周氏的合约已经拟好，就差您签字了。周总今天晚上请你吃个晚饭，还有就是丽姐，她请了产假，先懒得注意，今天就到。卡洛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，带她来见我吧。是。陆总，我是您新来的助理卡洛尔。照单成全，我纵容一寸又一寸，将我的心贯穿，又一分又一分，打出来一半。陆总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雨溪，我叫卡洛尔。雨溪，你还在说我的气话？我知道，我等了您多久？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，雨溪。陆总。你在这要报警了。
的一模一样的人。是。财富、地位，还有沐风，这些终于都是我的了。举办婚礼呀、啊！以后再说。穆哥哥，你去年不是说今年要举办婚礼的吗？穆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子怡，我今天有点累了。穆哥哥，江峰，你最好说实话，要是穆峰有什么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谢谢您，齐雨昕，这么大的火都烧不死你，你还真是命大。站住！我让你站住！这是第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不是齐雨昕。我叫卡洛，不管你是谁，没有人能从我这里抢走沐风。二门，三门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躲？走，秦大呢？我迷茫。一个人，我给你十万。20万。好，我已经把他的名字发到你手机上了。骗我！眼花了。你很有趣。你很油腻。南宫。沐风，你先去忙吧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。啊。刚才那个妞是卡洛尔吧？果然。徐宇长得挺像，哦不，简直就是一个人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呀，昨天。啊。刚才那个妞是卡洛尔吧？果然和徐宇长得挺像，
哦不，简直就是一个人。他不是雨熙，但是可以做替身。你说什么？你玩替身游戏我不管，但是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像5年前一样发疯。为了救你，陆总受了刺激，精神崩溃，现在他只停留在他受刺激的那一刻。怎么样了，医生？陆总受了刺激，精神崩溃，现在他只停留在他受刺激的那一刻。你的意思是？一直停留在齐雨熙当时活的时间段里。是的。那他什么时候才能醒？这个不好说，可能十天半个月，也可能这辈子都这样。好了。和泪眼的伤写就书生出好似无恙，没人说他一次我记得。先出去。你要记住，你还有家人。